数最高的是韩东君，耶，17米。兄弟们，一会儿见喽！好，一会儿见啊！还有沙发哎，哇！哎呀，哇！第一次玩游戏得冠军，哇！东君还在里面，还要享受这样子。嗨，有咖啡啊，陈哥。我先帮你们泡好。东君，哎，这边不太冷吗？特别暖和，而且有光，真可以休息休息。我帮你们泡好茶，泡好咖啡，等一下进来就直接喝。十七。他受伤了，他应该裂了。受伤了，刚才撞了他的，肋骨可能有点骨裂。哎，要不去看一下？啊，去看一下吧。导演，等一下，没信源，信源。等等，要不我看，那你别玩了，。还行吗？疼吗？左边使不上劲儿，对吧？找医生来看看的，快。医生来没有用了，我们继续了。医生来没用的，没事了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你是刚才是用盆旁边盆，不是盆，刚好顶在这里嘛，可能肋骨那边撞到。慢点。然后嘞，呀，一次，对，这样，哦，这里。他气的什么意思？啊，我的建议是，要不拍个片看一眼吧。得拍片子是吧？看一眼能排除一下。我不想进入伤病名单，我还想继续玩。哎，真的太不小心了。因为刚小志哥不是去，现在救护车送到医院了吗？所以现在是我医生呢说。应该问题不大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想拍个片子看。要、嗯。我们今天的那个运动会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他吗？我们去医院，因为医院那边保安组人还有摄像组人全都跟着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个地方，人在那边等一会儿。好，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晚饭。OK， 好。哇，漂亮！我可以拍一个。哦，漂亮。小志哥在中间好吧，在这儿吧，小志哥，好，在这儿，小志哥，他在哪里？在这儿，好，对，来，2、1。休息，不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小志哥，对了，对，小志什么情况了？小志哥还好。还好，他不是最还好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有什么消息？医院怎么说了？没有骨折吧？软组织什么情况？骨折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没有骨折。就那一般挫伤。有裂吗？他有裂吗？有骨裂吗？或者一息？因为他最担心是，他也怕一个是裂。好了，你们问他吧。啊，小志哥啊，回来了，小林。他快点。怎么了？感觉完全复活了。OK 吧 ？OK。一点问题没有吧？没事。掉了，真的没事。你要激烈运动，真的没事。什么问题吧？没有裂吗？在哪？你照了片子啊？瞬间的。骨膜照了，照了 X 光了，然后骨膜受伤，对。